登录收集原籍测量点基本。进行收集原籍各种测量点的登录及更改。输入用于管理收集源的名称和连接目标 Eco Web Server 3的 IP 地址，通过点击获取型号按钮与 Eco Web Server 3进行通信，获取型号，转换至以下画面，并显示从收集源的数据文件收集的测量点数据，点击登录按钮，登录收集源及测量点。收集源为 Eco Web Server 30，对于测量种类为功率因数、运转状况的测量点，会以测量种类为瞬时值进行登录。应将测量功率因数的测量点的测量种类设定为功率因数，测量运转状况的测量点的测量种类设定为运转状况。数据收集，从收集源手动收集数据，这是在系统启动时或由于停止应用程序或关闭个人计算机而在一段时间内未执行自动收集时执行的。自动执行设置。本章对自动执行设定画面及执行的功能进行说明。在本画面中设定自动执行的功能的开关。创建图。本章对图表画面进行说明，通过新建创建图表。从画面右侧向显示目标项目拖曳，希望显示图表的测量点。最多可以设置三种图形轴。可通过点击显示间隔的每小时、每日、每月、每年，切换图表数据的间隔。通过保存进行图表的保存。